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马克白书库。我们将要用米凯拉之光来打灵火龙。我们使用共享胜率、水母盾，然后夏波利叶狮吼来触发老翁的欢愉跟黑头罩。我们会带群众信徒力士部跟信徒力士部，然后还有使用圣对蝎。那另外灵药的部分，然后用带圣破入滴跟信仰流结晶入滴。那我们就开工吧。那我们左手会先空着，这样子才能放出共享胜率的战绩。你就开始我们的 buff 流程。之后要弄到发狂为止。那就可以使用米凯拉的光来攻击他了，但距离很远，这样15000伤害啊。但缺点就是很耗魔，然后三下就可以拿下他了。那就感谢大家收看啦，我们下次见。